据报道，艺人蔡尚福早期从偶像团体出身，有着深厚的歌舞实力，只是少有机会展现。但27日难得分享跳舞影片，召来周定伟合作。视频中，蔡尚福和周定伟模仿孔刘、李东旭解救金高恩的桥段，背着光并肩从烟雾中走出来，气势十足。两人以改编过的 Stay With Me 为背景音乐，在马路中央帅气的跳舞，一左一右默契配合彼此，各自展露长期培养的舞蹈实力，被网友疯赞。有趣的是，王彩桦在影片当中惊喜客串，在两人帅气跳舞时突然骑着摩托车过来，对着站在路中央的二人狂按喇叭，最后还硬是要从二人中间骑车穿过去，制造了意外的笑料。